大家听清楚，最后一句话了吗？我给大家重复一下五个字儿：不要早恋哦。有什么话回应一下杨幂姐姐吗？就是谢谢幂姐吧，然后就是还这么用心录一段视频，然后就是谢谢吧。<笑>不好意思了，还行。其他两个人有什么话回应一下幂姐？ 谢谢杨幂姐姐支持吧。千玺，谢谢杨幂姐姐。嗯。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郭，刘六梅，不是他的代言人，杨幂，没事吧？那个郭，你没事吧？郭，刘六梅，不是他的代言人，杨幂，杨幂，周杰伦和杨幂同时掉到河里，会先救哪一个？ 这个下一个。 大家都好好表现，然后现在我们大家都在。